除了外面所看到的是过年前夫来举办的庆祝嘉年华闹剧的情形，这款的欢乐场景27号礼拜六将再度在樱花市政中心的西平广场闹剧来举行。举起来，尖叫，挥挥手，好，放手。教育局表示，讲亲子嘉年华是为了促进着正向亲子关系发展所来特别规划。今年活动除了受到多元相关游戏甲特色单位之外，更加邀请着深受着小朋友喜爱的19位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，各有10组的超人气的漫画兵，前来做演出。在5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办理台南市的第3届亲子嘉年华。那我们这一次一样有邀请我们悠悠家族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一共有19位，以及我们相关的卡通人物，包括屁屁侦探等10位卡通人物、到我们现场来做热力的演出。那我们欢迎全市的家长能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共襄盛举。台南市亲子嘉年华特别结合着娱乐甲教育意义，除了是舞台表演之外，阁有15项的相关活动，甲23个单位，家长会当出来囡仔做伙来，一边欣赏着明星表演，一边来趣味参观。活动更加有种精彩甲无彩，要互亲子有节目通看，阁会当有通耍，阁有奖品通去。南天新闻台记者陈彩虹报道。